比较好，是的，啊，两个较好好的，就丢恁哦，妈妈想要讲话啦，啊，祝恁安尼一生幸福圆满哈。妈妈，谢谢你为了让我跟哥哥有好的教育，从岁上把我们带来这边，谢谢你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家，每天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买这个房子给我们住。以前很多不懂事。 喜欢跟你吵架，喜欢顶嘴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最爱最爱的人永远都是你。未来的日子，我只希望你可以健康，然后让我跟大孙带你去吃你舍不得吃的，去你不舍不得去玩的地方，一定要健健康康的。我会很常回来看你，谢谢你，自己的照顾，对不对？好。 There's nothing left now for you to do. You can go.